臭小子皮痒是吧？你们两个什么意思？你这个两个意思？我是揍你！哎，干嘛？怎么了，大叔？干嘛呀？我需要圆圆帮我对下词儿。哎，你啥意思？这个？哎，不，你等一下。咱关门了，开一下。开门。你这是干嘛呢？开不开？对词，马上就三个数，3、2、1。那个四分钟。哎，行了。今天吃点东西。别开门，撞门也没有用。开门，最后一次了啊！结实。开门，赶紧的。开门。对词。咋？你会不会玩啊？不玩就别玩。我怎么不会玩了？我就爱炸，我蛋多，你有意见？反炸。那我回炸。大哥，咱们俩都是农民，你炸我干嘛呀？有问题吗？没问题啊。你要是接着拉班长对戏，我们就接着炸你。你们搞清楚好不好？我跟圆圆那真的只是对戏而已。就只是对戏而已，需要锁门吗？对啊，对戏也可以找我，我也可以演动物啊。你不就穿了一件乌龟的衣服？小兔崽子，谁告诉你我穿乌龟的衣服了？别跟我动手动脚的啊！我就动手动脚怎么了？你们到底想干嘛？我还问你到底想干嘛呢？啊，整天在学校嘚嘚瑟瑟，真以为自己是大明星啊？我不就是大明星吗？我就是大明星。嘿，你，但你这个大明星人前人后差距有点大呀。要你管！我告诉你们啊，你们识趣的就赶紧回家去。哟，你还跟我们转上了是吧？赶我们走。我告诉你，别以为班长在这儿，我就不敢对你怎么样。来啊，我还怕你不成？看我怎么教育你！我今天不就臭小子皮痒是吧？你们两个什么意思？你们两个什么意思？我是走。哎，你们三个，给我松手！松开！还有你这头上戴的什么东西？差不多玩会儿得了。我接个电话啊，回来再站，等我啊。等我，别跑！喂，爸爸，怎么了？哥，你啥时候来上课呀？我不是跟你说了，我这几天不去吗？你们两个，怎么回事？给我坐好了。我说拜托二位老师，我们是来给大雄补习的，能不能端正一下你们的态度？我们态度怎么就不端正了？怎么不老实了？老白平时也这么对我，怎么对你们呀？对四出个炸是吗？我出对三他也炸我。有一，既然要端正态度，那就请班长不要跟别人锁了门对戏，基本的防范意识还是要有的。对呀、啊，那也不是我锁的呀。那他说锁门就锁吗？你不能开门再出来。班长，你以前还揪李贺领子呢，是啊，现在变成小绵羊了。对呀、啊，哎，不对，话是这么说，但我跟燕西不一样。什么不对？你到底是不是跟我一队的？是一边，但叶景熙搞清楚。那行吧，行吧，我先从我自己检讨一下，我以后会好好给大雄当老师的。我端正我自己的态度，我绝对不会被他牵着鼻子走的。你们两个也是，好吗？嗯。哥，这老师真的挺好的，你就那一节课都不上啊？去不了，继续帮我请假。还请啊？哥，华姐老问我，我真的快扛不住了。哥，你别。喂，哥，怎么样了？该轮到谁了？继续。轮到你了，背词儿。我们三个会一起监督你的。嗯。这现在？嗯。听见没？把你那鼻子上那个拿去。把你那鼻子给我拿去。头上那个。头上那个。还学我？老夫子气了。咱俩不是一队的吗？圆圆，这个背词儿，咱们刚不是背过了吗？我们现在可以开始。